你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啊，是我们闽剧的演员一些扮相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去观察。接下来啊，我将用这些照片的信息进行提问，只要答对一题即可占领闽商会馆，如果答错可以转身继续观察30秒后再次作答。现在我们就要记住这5张图片的特点是吧？嗯，对，我觉得我们就记他们的特征就行了。对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熊猫的头吗？有点像。腿觉身上有花吗？这是孔雀毛啊，对吧？3、2、1。好，请各位转过身来，请问青衣手上的扇子画的是什么？桃子？不是的，是什么呀？粉色。不要，不要回头啊。凤凰吗？不是，麦穗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对不起，答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哦，这是花。他肯定不会问青衣了吧？好，请各位转过身来。啥也不记得了。我来。请问，青衣扇子上的流苏是什么颜色？哦，流苏，哎。白色。黑色。没有，就没黑的这个颜色吧？我记得扇子是白色的。黑色。对不起，答错了。哪有黑啊？哪里有黑色这个元素啊？我直接转身离开，去下一个游戏。